你自己。周润发经典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居然出现两位周润发，让观众惊讶连连。难道周润发有分身吗？很多人说笑起来跟发哥有点像。原来这位发哥分身本名叫文祥，脸型笑容都和周润发相似，被导演钦点演出本尊替身，两人相互交锋尬演技，听说像到连发嫂也认错老公。到底是刘德华还是不是刘德华？观众傻傻分不清。天王刘德华原来也有御用的黄金替身，叫做杜奕衡，鼻子眼神根本刘德华翻版，起码武打样样精通。当刘德华御用替身长达十年，磨出一身演技，让他从金牌替身变双料影帝。武打替身月薪40000元，现在变影帝，片酬翻倍涨。春天的你，纯天然的五官。这位是周星驰吗？我大二零零，人家六二零零，小二二十岁。五官根本复制贴上，有如 AI 换脸。网友惊叹：确定不是周星驰吗？是周星驰演的吧？我真的分不出来。这位郭富城长相九分像，唱跳神还原；而张学友分身，动作神态模仿超像，演出多超赚钱。太像周润发意外拍戏，刘德华替身变成影帝，靠一张明星脸，仿佛拿到演艺门票，闯出自己明星光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